大家好，我是李一。今天我们要在家里做汤圆，这是从阿妈家带来的。这感觉好软呢、哦。来，妈妈帮他搓一条一条的吗？我们要搓小颗的吗？还是大颗的？小颗。那妈妈我要搓。你要搓一条蛇呀、啊？妈妈我不会。这样子。可我需要多一点才能做猫咪。你要做猫咪，你要煮熟的呢。煮熟你猫咪有办法吃吗？那么大只，还是做猫头就好了。好，做猫头，耳朵也要。你要小一点吗？我们要做大颗还是小颗的？我要做小咪咪角落生物。做小颗的就好了。我也要做小角落生物好。太大。你要做小一点吗？嗯，可以帮我做。哎，掉了，赶紧。这样的，对，我要做。我们那个特殊造型的就几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其他的几颗？你要自己要做特殊造型的、啊，我在想要做什么？史莱姆，这个白熊好圆，好可爱。小鹿，你要做哪几只？我要做猫咪呢。这样史莱姆可以吗？平掉了。哇，变外星人了。外星人，外星人，你看。这个，那我要做角落生物专辑。啊、嗯，好可爱！爸爸，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那个四角形的。嗯。啊，好可爱！要煮咸的还是甜的？甜的。压倒性胜利哈！一看就知道这是谁了。蜥蜴吗？嗯。一看就知道这是猫咪了，嗯，也有耳朵，好可爱。姐姐，你做太逼真了，做太逼真了。我没有脸啊，叫逼真啊。你没有脸啊、哦？没有脸没有关系，就做无脸面对江东父老呀，没脸。有一个形状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像又要变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家比较干燥，很快就会干掉。姐姐，你帮我做猫咪。猫咪，我不会。先别帮忙，你把它毁了。怎么太大了？然后这些是做猫咪耳朵的那些工具，脚脚的那些工具。我就是在妈家要做那个猫咪，要先做猫咪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子准备用耳朵的，这样应该材料都够了。我要抽个史莱姆好。好啊。爸爸这就走了，这个走了。为什么不起来？好像太有点干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家比较干。所以要赶快做，不然对。因为有好戏太充实。对，在这边揉一揉都干掉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把就是关掉就好。那我要做炸猪排，把我的烂掉。没事啊，这牌子不好做啊。这样螺旋的可以吗？这煮起来不知道变什么样子。我要做我的万圣节。企鹅没什么特征呢，企鹅我就把它夹嘴巴好了。不然就是夹把它夹合同帽，因为它本身就有合同，只是自己太笨了，就还以为自己企鹅。嗯，然后就。让大家都叫他企鹅。嗯，好圆哦。嗯。合同帽都会有个。哇，好可爱！我要做我的珍珠奶茶。来做鬼好了，小鬼。嗯。幽灵那个呀。这小鬼可以给我吗？你已经做好多。嗯。啊，谢谢！我刚好都不会做鬼，所以我才做珍珠奶茶的。我等一下还要做包裹。你看我做这么多珍珠奶茶。这是无盐珍珠奶茶，把脚和手搓起来，然后眼睛也封不见了的珍珠奶茶。帽子的嘛，这是那个小精灵里面的那一只鬼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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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中心的哈。啊，好可爱！应该是要去买晚餐，然后回来。你好可爱！再煮汤圆。小妈妈走。你要收好就可以去。爸爸，你好可爱。嗯，那是什么？那是。我创意的小毛毛虫，我这些都是无眼角落什么的。发行也很少出的，都干的，你看。你们家太那个金瓜石太潮湿了。啊，我的造型好可爱。大家都把我用完了。哎呀，这边要揉完了，要 ending 了。就你们才做几个？小吴做三个，妹妹做几个？我做三个而已。特殊造型的，我们这次都吃掉，好不好？我要做贪食蛇，那我也要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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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做那只点点，吃点点的那只黄色那只，爱吃点点那只，然后被小间谍抓的那只黄色那只。我要做出圆圆造型。啊？那妈送我一些做造型，这个是要留着那个，等一下冰冰箱的。那这个盘子是要现煮的，这个盘子是要现煮的。哇！啊，这个给我当，这个我要冰冰箱的。嗯。要当成冰冰箱。这些要冰吗？你的要现煮。要煮掉。现煮的放爸爸这个盘子。爸爸，你这是什么？这是姐姐的角落生物，白熊，这都是姐姐送你的。妹妹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一看就看出来是什么？这是企鹅，这是蜥蜴，那这是什么？史莱姆，那这是什么？烂掉蘑菇吗？这是酱狗，把这冰起来。来，妹妹 ，Andy 呢？小小的煮就好了。啊？小小的。小小的先要先煮甜汤，再煮汤圆。妈妈都插嘴。对啊，我知道，铁的这一碗。我要刷牛手。小玻璃那个。小玻璃的在哪里？有把手的那个。好。好，开始。这是我们做的汤圆，有造型。这是什么？圣诞树，应该是。姐姐做的圣诞树呀，好。还有贪食蛇，你要提出来，快点。这是圣诞树，姐姐做的贪食蛇。还有个小雪人。还有角落的什么。姐姐做的小雪人，等一下，妈妈你不要插嘴。好。姐姐做的小雪人，然后这是我做的小雪人。啊，这个是我做的小长长。啊，这个我还记得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爸爸的小精灵呢？对，爸爸小精灵吧。对，爸爸小精灵。然后，这是姐姐的白熊，角落生物白熊。这个是角落生物蜥蜴，角落生物企鹅。这是我的角落生物猫咪。你这怎么了？你怎么那么丑？你爸爸做的很长。爸爸还有一个史莱姆。史莱姆。然后爸爸做的是老母，然后爸爸做的小鬼，是小姐姐帮我做的小鬼。妈咪 ending 了呀？还没 ending。那我们刚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一起承担了，就是这样，拜拜。还记得我的汤圆呢？汤圆都是圆圆的。你只做一些而已。好吃的，来，三，二。这么可爱啊！爸爸，这个应该要这样。因为它小鬼可以飞。好，它喽。它会不会饱和啊？小心哦，你那糖都跑出来，掉出来。这只给你。多少？这比较好玩。几汤匙的？五了。要几汤匙？六。八。十。好像漏手。你最喜欢吃肉松的，好，有比学校好吃吗？跟学校比差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小王你有没有先吃一个？
先吃一个来。好，妈咪。好，你先吃一个来。嗯。姐姐，你用汤匙。筷子夹不起来，它会哗哗的，然后吃的时候就掉地上。嗯。然后妈咪吃起来觉得怎么样？跟学校的比。有点甜而已。哦，没有那么甜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姐姐呢？跟学校的一模一样。是。我也是跟学校一模一样。我觉得这个比较难，蛮要吃的。对。这个吃起来比较软，然后它又吃起来又比较 Q。这个比我学校的还要软哦。嗯。但是我轻轻拍一下就碎掉了，那我学校是用力拍才会碎掉。嗯。这吃起来比较 Q Q 的感觉哦。嗯。妈妈做的。嗯。嗯。